这个中原普渡拜拜，分林的北港吃闹热，拜好的水果，大家烧一抢，一个啊就抢了了了。同款在分林，在这个虎尾普渡，在当地嘛真有名。以往上大的特色就是冰雕甲泡蛙城，但是因为今年这个冰雕无人赞助，所以干那剩一座的泡蛙城。民众上村到店的西瓜、火龙果、梨啊、甲杨桃，拢赶紧藏在袋仔内面，也个人过去跳过去到到店，这画面看起来非常混乱。这是一档一撮的欢迎北港的普渡活动。哦，真济呢吼！一个阿公抢到真济水果，但是有人空空拢无抢到。空的，没有。啊，怎么都空的？那我原本在啊。同款伫婚礼，也阁有一虎尾普渡，七个普渡区有庆典的活动，暗时嘛有烟火，有加当吸引20,000人。只不过过去拢有两座炮城，今年因为无人赞助，只剩一座，嘛无冰雕啊。过来看无同的普渡，南投一级的地形中心野生动物急救站普渡牌是这。松鼠的数量也蛮多的，所以我们有专用的松鼠饲料。放弃饲料跟牛的饲料，特定摆拢是要有动物食。希望说在阳界跟阴界的人跟动物都可以得到一个平安。兽医讲，因为因平常时拢是服务一寡受伤的野生动物，摆饲料，希望所有入来的动物拢会当平平安安。